煮开。阮姑娘文武乐，孙幼兰幼幼平，文武平，文武兴，弟兄叔，前上亲，无心灰，名为草，有心灰，名为傲，果林干，归无无，通阳色，今日孤。解说，听到批评就受气，听到娱乐就快乐。那是安尼，敢那会吸引恶势甲阻碍家己进步的朋友，就愈来愈侪咯。颠倒讲，那是听到娱乐会晓反省，听到批评就欢喜，有机会改进。那是安尼，正直诚信的朋友就会渐渐甲家己亲近。无细字犯下过失叫做错，尊心犯下过失叫做恶。那是企图要暗藏过失，就是错上加错，罪加一等。